点疾病自我治疗本文点一点神经与精神疾病头痛一点服用适量的阿司匹林二点适度的运动三点睡觉四点避免打盹五点以平躺姿势入眠六点冷敷头部及颈部七点热敷头部或洗热水澡八点深呼吸九点自我检视是否处于紧张的状态十点按摩虎口或脊椎两侧十一点在上下牙齿间放一支铅笔但勿用力咬紧有助松弛肌肉十二点在头上绑绷带以减少血液流向头皮可缓和头痛十三点不擦香水十四点勿施力过猛十五点避免吵杂十六点保护眼睛十七点避免饮用过多咖啡十八点避免嚼咀放松肌肉十九点少吃盐二十点准时用餐二十一点避免某些食物如含硝酸的腌制品味精等二十二点禁止巧克力因巧克力含前酪胺可能引起头痛。23点勿边开车边吸烟。以免吸入过多一氧化碳。24点少喝酒。25点品尝冰淇淋食应慢慢适应。26点培养幽默感。27点服用维他命。C28 点做脸部运动如扬眉眯眼皱眉张嘴移动下颚皱鼻半鬼脸等失眠一点硬性规定睡眠时间二点勿在床上浪费时间待有睡意时才上床睡觉三点睡前保留一些安静思考的时间整理纷乱的思绪有助安心入眠四点专心睡觉不要在床上做其他的事如阅读或讲电话五点避免兴奋剂如咖啡可乐香烟及巧克力尽量在四点前食用六点避免喝酒七点避免可能干扰睡眠的药物如气喘喷剂八点避免日夜颠倒或作息不定九点睡前避免甜或油腻的食物牛奶面包或水果较好十点布置舒适的睡眠环境十一点放松心情十二点使用耳塞眼罩等工具十三点做运动十四点睡前做爱如果你认为做爱是一种享受的话避免邪淫更勿在生理期坐月子并刚好时做爱十五点洗温水澡十六点失眠情形严重的话要必须就医健忘一点加入联想二点将手做成照相机的样子按下快门假设存档有助于记忆三点自言自语将容易忘记的事大声念出来四点列一张清单将可能忘记的事情列在纸上特别是小事五点将要记忆的东西分门别类较不容易忘记六点以编故事的方式将要记忆的事情串联起来七点把名字与脸孔一起联想有助于记忆人名
八点寻找事物中的标记物。例如将当时社会上的大事与个人经验结合。九点重点提示以帮助记忆。十点阅读阅读不断的阅读。十一点不时的给测验自己。十二点保持平心静气。十三点小心药物及烈酒。可能导致健忘。恐惧症。一点逆转负面的想法。二点勇敢的面对恐惧。可以消弭恐惧。三点转移注意力。也许以阅读、朗诵、深呼吸的方式来减少恐怖的想法。四点测量自己的恐惧度。加以记录以了解原因。五点鼓励自己经由克服恐惧来获取成就感。六点避免咖啡因的食物。如咖啡、茶、可乐及巧克力。七点以活动方式消耗因恐惧而引发的肾上腺素。忧郁症。一点面对忧郁要处之泰然。因为悲伤是必经的常态。二点找些事情做。转移注意力。例如散步、下棋、骑脚踏车、阅读等。三点从记忆中寻找快乐。四点找朋友倾诉。加以发泄。五点大哭一场。尽情的流泪。六点冷静的分析情况。七点凡事只求尽力。结果的呈现并非自己可以决定。八点运动有助于克服忧郁症。如果平日就有运动的习惯，不妨试着耗尽全身力气。九点涂鸦，以写字或画画来抒发感受。十点直接的问清楚怀疑的事情。十一点找些很乏味的事情做以分散注意力。十二点放松自己，慢下脚步。十三点忧郁时避免做重大决定，以免决策错误时忧郁更严重。十四点即使情绪低落，还是要尊重他人，不可迁怒他人。十五点远离百货公司，避免不理性的购物。十六点关紧冰箱，避免以吃东西抗忧郁的冲动。十七点营养能控制情绪，维他命 B 群可以帮助抗忧郁情绪焦虑。一点改变你的态度，以正面的角度看待事物，危机也可能是转机。二点保持乐观，缺乏信心时，不妨以过去的成就与未来的美好前景鼓励自己。三点想象自己在一个舒适愉悦的环境中，有助于消除焦虑。四点反复地告诉自己，一切都没有问题，我可以应付得来。五点暂时放松数秒，拒绝受焦虑摆布。六点向窗外眺望，将视线转向远方，避开低潮的气氛。七点深呼吸。八点放声大喊。九点伸展肌肉，有助于缓和焦虑。十点按摩肌肉以缓和肾上腺素的分泌。十一点按摩太阳穴可疏解疼痛及松弛颈部的肌肉。十二点左右移动下颚，可松弛脸部肌肉。十三点上下转动双肩，配合深呼吸以放松紧绷的肌肉。14点洗热水澡。
15点运动可消耗一些紧张的化学物质，虽然使肌肉疲劳，也放松肌肉。16点听音乐，可放松肌肉，也释放心灵。运车、运船及运机，一点转移注意力，不要一直觉得会运车、运船或运机。二点避免臭味，特别是引擎、汽油味、烟味、鱼腥味。三点禁止吸烟，不管是不是吸烟者，都应远离香烟。四点避免饮食过量。五点保持空气清新。六点避免饮酒过度。七点睡眠充足。八点尽量固定头部。九点坐在前座。十点勿在颠簸的车上或船上阅读。十一点到通风的地方透气，例如甲板。十二点注视固定物体，有助平衡感觉系统。13点服用运机药。14点食用姜粉胶囊。15点吃点橄榄或柠檬。16点吃苏打饼前帮助吸引胃液。17点喝些可乐或其他碳酸饮料。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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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控制体重，二点减少用烟，三点减少喝酒。喝酒和高血压的关系极为密切。四点维持钾和钠的平衡，比例约为3:1。五点补充钙质。六点避免锻炼肌肉的运动，以免血压突然窜高。七点进行有氧运动。八点考虑吃素。九点经常量血压。十点保持心情愉快。十一点少说话。十二点也注意配偶的血压。研究显示夫妻双方的血压将互相影响。十三点与宠物玩耍可降低血压。低血压。一点做紧压运动。起床或站立前以紧压伸缩的方式握手，可提高血压，抵制突然的血压下降。二点心算可提高血压，愈复杂的心算效果愈好。三点少量多餐。四点垫高床头及调整睡眠方式，使床头高于床尾，并在起床时慢慢坐起，静脉曲张。一点抬腿。二点穿弹性裤袜，帮助血液进入较大且较深处的静脉。三点垫高床尾，有助于睡眠时的血液回流。四点勿穿高跟鞋。五点保持理想体重，可减少静脉曲张的机会。六点避免紧身衣物，以免使血液聚集在腿部。七点小心食用避孕药，某些避孕药可能引起这种问题。八点避免抽烟。九点多散步。十点请教医生。淤血。一点冰敷。每次15分钟。两次之间勿用热敷。二点受伤二
14小时之后使用热敷。3.8 脚抬高靠墙。4点每日摄取维他命 C。 5点注意某些药物，例如阿司匹林、抗凝血症消炎药、兴奋剂或气喘药。6点不可酗酒。脂肪过量。1点减少脂肪摄取量。2点摄取淀粉食物。3点远离甜食。4点减肥。5点运动。6点避免酒精。7点摄取鱼油、糖尿病。1点摄取碳水化合物。应有 50%-60% 的热量来自碳水化合物。2点摄取适量蛋白质。应占总热量的 12%-20% 以上。3点减少脂肪摄取量。4点多吃纤维食物。5点减少胆固醇量。6点使用代糖。7点谨慎使用果糖。8点低放甜味剂中的热量。9点少量多餐。10点限制酒精用量，每周不喝超过 60C 的烈酒。11点降酒精视为脂肪。12点减重。13点定期运动。14点快速步行。15点勿从事举重或需要用力推拉的运动。16点照顾牙齿。维护口腔清洁，定期检查牙齿，使用牙线。17点佩戴有合适当的假牙。18点减轻生活压力。19点放松身体。20点定期验血。21点使用成药应请教医生。22点血糖过低或太高都要请教医生。23点受伤时必须送医治疗。24点呕吐或腹痛，尿液含大量糖分及丙酮，血糖浓度超过200毫克，体温为38度或更高时，请立即就医。25点注意足部的情况。由于糖尿病会减低疼痛的感觉，所以可能为察觉足部已受伤而导致严重的后果，甚至遭到截肢的命运。26点定期检查足部，保持前进清爽，将指甲修短，尽速治疗香港脚等疾病。冷天保暖，穿着舒适的鞋子，一定要穿袜子。27点适度补充烟碱酸基、纯花青酸维他命 C、 锌镁维他命 B、 维他命 B、 胰酸头及嗜酸菌等营养品。痛风 1点发病时应提高患部关节，让患部休息。2点使用具消炎性的止痛药，例如 Ibuprofen right parenthesis 3， 避免阿司匹林或 Acetaminophen 等药物。4点冰敷患处。5点避免弹跳令 Purine 的食物，以避免促成高粱尿酸。此类食物如鱼内脏肉汁、沙丁鱼贻贝、芦笋、甜豆、扁豆、白花椰菜、菇类、燕麦片、虾贝类、菠菜、全麦面包、酵母菌、肉鸡鸭等。6点补充大量水分，可帮助尿酸排出体外，也可避免痛风引起的肾结石。
七点嗑药泡茶。专家推荐杨八气。Sarsaparilla。湿泡。Yarrow。玫瑰石欧薄荷。Peppermint。等药草。八点勿喝酒。九点控制血压。十点不宜一件肥餐方式控制体重。以免因进食造成细胞分解。将尿酸释出。11点服用，为用命要请教医师。过量的烟草酸及维他命 A 可能引起痛风发作。12点保护关节。不要绊到脚趾。同时勿穿过紧的鞋子。13点多吃樱桃。可以疏解痛风。14点以木炭粉和亚麻仁敷在疼痛的关节，将脚泡在木炭粉和水调和的热水中，或是一天服用4次 0.5 至1茶匙的活性木炭，有助于降低血液中的尿酸量。肾结石。1点摄取大量液体。一天最好能排出约 1.14 公升的尿液。二点控制钙的摄取量。避免摄入过多的钙质。但并非禁止。三点胃药常含有高量的钙。若罹患钙结石，则服用胃药时应选择含钙量较少的品牌。四点勿吃过多富含草酸盐的食物，包括豆类、甜菜、芹菜、巧克力、葡萄、青椒、香菜、菠菜、草莓及茶。五点服用镁及维他命 B6， 可减少 90% 的复发率。六点吃富含维他命 A 的食物，可维持尿道内膜健康，也有助于避免结石复发。这类食物包括胡萝卜、绿花椰菜、洋香瓜、南瓜、牛肝。但高剂量的维他命 A 有毒，服用前最好请教医生。七点保持活力，以免钙质沉积在血液中。八点减少蛋白质的摄取量，包括肉类、甜酪、鱼和鸡。九点减少盐分的摄取，少吃各种高盐分的食物。十点限制维他命 C 的用量，特别是草酸钙的结石患者。11点勿服用过多维他命。第12点若曾为患者之后又感到任何强烈疼痛或尿液带血，请尽速就医。13点患者应了解本身结石的类型，胆固醇过高。1点注意体重。2点减少脂肪摄取量。3点改用橄榄油。4点不必禁绝吃蛋黄，但一周最好不要超过3个。5点摄取豆类，例如菜豆、扁豆、黄地豆、大豆、黑眼豆、斑豆等，可有效降低胆固醇。6点多吃水果，可降低胆固醇。7点摄取燕麦，可有效降低胆固醇。8点摄取玉米糠。9点多吃胡萝卜。10点多运动，可减少动脉脂肪的堆积，也能提升三餐饭后消除血中脂肪的能力。11点是